谢谢老板的火箭啊！就他妈你叫哥斯拉呀！确实是挺有意思的。伐木工来了。他们啊，淬神打俺们家野，中单剑圣不太怕剑圣，起立，他们绝对找不起不灭 A 出来，起立，平 A，平 A，吃药平 A。闪现点燃，接平 A 一斧子砍死，就他妈你叫剑圣啊！连地面也震颤了，你的哭喊使我厌倦。回家，谢谢严肃小马哥的大火箭啊！感谢感谢感谢，再次感谢一下。起立！胜利就和呼吸一样。这双鞋将在数千人的血泊中跋涉，杀死强者，践踏弱者。你给我直接旋风斩旋死他不就完了吗？还追呀？你有鞋吗？你有鞋可以追。我品尝到空气。起立！炸！平 A， 平 A。赛恩就是。虚区太低了，没技能。啊！胜利之酒，我操！这又哪来个人啊？为什么锤石会跑到这个位置来呀？这么白给吗，兄弟？那剑圣就是愣送啊！我要用你的头骨喝酒。完了！给我回来！呀！哎呀！哎，可以，他还念咒飘呢。先来个小日炎，你就会跟他一样。莱斯，哎呀 ，Q 好了 ，Q 好了，我们的 Q 是九秒钟吸毒，感觉不到。你干啥呢？我推，他致命点燃，你能干掉我吗？起立，就这样而已吗？你干啥呢？减速，起立，老脆平 A， 没死掉，我感受不到疼痛。我要把你溺死在你的血泊中。错过了吗？没事，不会，可以接受。吃个饼干，表意一下。起立，平 A， 再见。等剑圣放完 Q， 我们上，冲啊！起立，平 A。
你以为我走了回马枪，旋风冲锋龙卷风，打个爆破。梅岩别起来，漂亮，梅岩没起来就行，别人无所谓。腿剑真快呀，先来个布甲骸吧。出个冰拳。大师，我已经打赢多少场战斗了？嗯？哎。没事，剑圣应该能死。哎，这都没死掉。天哪，还要杀我？啊，你们要杀我？哎呦我这维恩这英雄，我就差一秒钟我的 W 就好了，我就差一秒钟我就能把他们杀全杀了，就差一秒钟。就差那么一秒钟。我不会流血。剑圣把 E 用了。咋的呀？你咋的？眼睛多，看东西才会更加清楚。妖神，我练的比自己好去呀。你咋的？我想问问你要干啥？还有你 ，Q 他一下。诺克萨斯，像好使似的，我的天！眼不眼睛多的，剑圣那个破玩意儿的，这捡人头吧，这老能捡得到，就很恶心。雷暴将吞噬你，不争气呀、啊，这下路。怯懦将遭遇死亡。你甚至不能擦伤我。往哪走？露露来了。尸体叠得再高点，死亡有机会了。肆虐吧！别，减速。哎，真累。一共杀九个人，赛恩杀七个人。上路他妈带个传，带个点炎，打不过个带传送的。玩的赛恩的英雄啊，就是不累。我是什么？我们九级，剑圣七级。你可别
想躲在侍从后面，然后呢消灭你。人家能杀七个，我他妈都不知道他怎么杀的。一切都将成的，然后死吧。这怎么的、那个、为我流血吧。这啥意思啊，你啥意思啊，啊你们是啥意思呢？他好死啊，给我起立。哎呦我天哪，就像你好死一样。还有这翠，小翠怎么回事？小翠好灯，没屁用啊。完了，还有大，可恶！狂妄了，狼了一波，哎，狼了一波。1900。你看这玩意儿能出点啥能狠一点，我觉得出个巨酒吧。我讨厌这么等着，我必须得到满足。这把80%应该是输了，这种维恩配露露可恶心了，打不死。一般维恩配露露80%在我们对面都能起得来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你跟谁打呢、你跟谁打呢？这小菊挺恶心人呢，好勾。哎，这小菊挺膈应人呢，这鸡飞呀。随时可以啊，随时跑过来帮我们来。来个巨酒，血是胜利之酒，得拖推塔这一把，能不能一走小局？那肯定能啊，应该能。召唤物嘛，都属于小兵。饥饿在侵蚀着。我必须得有伤害，这把我要是一点伤害没有，就所有真实伤害往我脸上扑，我们也是死。安静的去死吧！饥饿感在增长，在啃噬着我。发车了！起立，没个玩意儿，闪现吧。穷懦夫才会害怕死亡。
全是真实伤害，炮盾就给我一顿砍，一点办法没有。就想玩吧，又怎么就不行？膈应，为什么就不行？玩把肉就带不动，整个他妈的电刑为人还能杀八个，我真是操了，气死我了。他们在哪儿？像个人了。一个人得打五个。战报。关键我一楼，你知道吗？总是在行军。整个破露露一直给套盾呢。你他妈的！你给我死来！头上抹我的福字。战报。魔炼狱。再过来。粉碎吧！满着有没有大呀？好动！我必须挖下去。带线儿去吧，这打团战肯定打不了，打就得被玩死，一打一可能还有点机会。啥都感觉不到。全是盾，全是盾加控，然后我们家一点伤害没有。没有感觉。你这打起来了怎么办？我去不去？我去一波吧。不行，维恩搁那边呢，不去了，跑了吧，不撞了。我看见维恩，我脑袋都疼。在哪里？我的血管里流淌着火焰。这波蓄力必须得蓄满，要不然就抠不起来了。你甚至不能擦伤我。死死吧，不管了。我感受不到疼痛。剑圣活了，我们回家吧。免受蚊虫叮咬，我需要屠戮。我整个蓝盾，出个血手。猴哥，这不是你的问题，这是我的问题。我选择赛因，我想玩一把就是个错误，不让你玩没办法，一玩就这个批样子，就贼鸡巴菜，想躺一把就不行，就必须就得，你是一个傻子咱都算了，必须就得四个傻逼，最会玩的是个辅助。但有一个傻子咱都算了，这无所谓，对不对？那四个傻子碰一块儿，
一玩这种英雄就四个傻子就得碰一块儿。他还有红，你看我大走得了，那翠神搁我左边呢。啊，没事，我死不了。干什么小菊？小菊怎么的？小菊想干什么？就和呼吸一样。你甚至没有那得要硬追，追吧！没人开大，我就开大。没有伤害，算了。完了，还老有露露宝，那维恩吧，还全是位移，哎，好难搞，真的。我要把你碾成灰。好气呀、啊！破他们的意志和骨头，要杀这个，有没有人能帮我把露露杀了？我感受不到什么的光芒，小菊，知道了。闪现，给我追！操你个妈了，小可爱，队友呢？算了，别追了。别不要丧失理智，好吧？你说你那个熊样，我是不是给你点面子了？我发现，啊，我是不是给你点面子了？那露露能不能给我杀了？就这样而已嘛！你瞅你那个熊样，有意没？能不能意得到人？打得动我、啊、这一场已经结束，这边打的，我这边打的啊，不可开交，基地爆炸了、真的，我这边打的不可开交，那边基地爆炸了。只有懦夫才会害怕死亡，感受到了吗？维恩大号黄金，他是个屁，他是个傻子，我的英雄不行，没有伤害，玩个有伤害英雄他是个狗屁。给我找个敌人，算了，输就输了吧，这么地儿吧。英雄是我们自己选的，流着泪也得把他给打完了，啊！我不会流血。发车啦！大气力，蓝盾减速，别动！我人呢？以支离，血肉重生，我们的战果。将会盖过他们的。这英雄有伤害的玩法，好吧？我感受不到疼痛。不想跟你说话，我觉得我跟你说话很累。再来座坟墓如何？你觉得是我这种装备能碰得到维恩？还是我出你那所谓的伤害装
能碰得到维音，他旁边有露露。打不了啊！走吧，别打了，那没有伤害，算了吧。我现在一身装备，暗行之爪，血色之印，出个巨酒，还出啥呀？出个幽梦，出个夜印之风。露露趴过来，小可爱，你傻逼不？人家文人有意，你怎么办？你吹的跟那籽儿一样。你那装备连剑圣都打不过，两刀就给你砍死。我听到了尖叫，我是什么？我的血管里流淌着火焰。哎，杀杀杀杀杀杀杀！门可不打吗？大龙没了，大龙没了。阿龙没了，就这么地儿吧。在你应在的地方。好难啊，不好杀呀！中路两个人都没法上，俺们三个笨逼。打破他们的。你个笨逼，你也是个笨逼，我也是个笨逼。他交抠，我正常，我们队人就是稍微有点用。我都直接就上了，他敢交扣，你他妈给我起飞减速，给我杀露露。剑圣先起立一手，先打剑圣，开大蛮子。剑圣让我扣起来了，杀剑圣，杀剑圣。拿走你想要的东西。我有反甲，翠神跟那个露露连个屁都没有，快快快快快，他俩连伤害都没有，一没有一点伤害，我给你减速来。一个傻子，一个哑巴，好了，打死他没事。你给我一刀，装备加没了。玩不玩啊？那寒冰怎么回事？死哪了？这怎么死的？这是的，没见着有人打你。这礼品，血是胜利之酒。发射！别动！屈辱标志。我要撕碎你！我会回来的。掘墓人好像起立了，掘墓人。只有懦夫才会害怕。我来个水银骸吧。换日炎呢？换日炎其实伤害差不了太多。好勾，起立，可以，小龙兄弟们有戏啊！这锤石确实像点人，靠，打这么快，中推来。中推中推，发车了，拐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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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拐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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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可杀死，不会容忍懦夫。给我杀！雷不雷暴的，你好死吗？我卡打来，维恩打我疼，防御塔打我。
还是不太疼。死哪了？后边，后边，后边！粉碎吧！这些岛屿的死，我呀，你们秀，我追他！杀小可爱不行就减速，我有血手，起立，发车了！撞了，撞了，撞了！减速，有点疼。真你妈膈应啊！我操啊！下巴玩个梦魇，你等着。没有位移，打着路了，属实是太膈应了。出个黑切呀，我也没隔着了呀，我只能卖了出日炎。日炎有抗性，日炎现在加多少生命值？400点生命值。我讨厌这么日炎没减速啊。大龙了，大龙，大龙了，大龙了，瞒着回家了。哎，不行，给了得了，要不说真的，人家都打完了，我们下去好像意义也不算很大呀。先干着狗熊，就杀狗熊，就杀狗熊。给我起立，好勾勾维恩。哎，杀小可爱，漂亮维恩没有保护了，给我打死他。我打死他！你切！队友呢？队友呢？队友呢？还有剑圣是吧？别跑！我清兵。我要你们推不了线。还有剑圣，杀完维恩还剩个剑圣，哎呀，我靠！我的办法。1-15的、34的，哎呀，算了，挺好，打的挺有意思，下一把吧。赛恩确实是有点笨逼。